来到嘉义水上帮立委蔡益瑜助攻，总统蔡英文和嘉义县长翁章良三个人不断对着支持者挥手致意。站在路旁的支持者不断挥舞旗帜，还有人手拿看板呼吁回家投票，嘉义人大团结。车队经过传统市场，一名妇人在车后狂追，放慢速度再看一遍，妇人手拿蔬菜想追上小英车队，还跑到差点跌倒。其实早在车队经过前就被直击，兴奋地站在路旁手持蒜苗等待车队经过。哎，大家种蒜啊，台湾加油啊，小英种蒜种蒜。热情的蒜苗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手拿蒜苗象征动蒜祝福，身份是嘉义水上市场的菜贩，生意已经传承两代。追逐车队的身影在直播中曝光，热情表现充满对总统蔡英文的肯定和期待。三立新闻6国雄翁玉文嘉义报道。